吹火小吹月啊。啊，我的。电梯度。哦，嗯，给你买了个电锅。给你买了一个电锅。嗯。他在吃什么？这个锅是专用的，专用的电，这是电磁炉上用的。啊，你看这个锅有多沉？哟，沉了那厚呗，就是啊。啊，好，质量好。厚那烧的慢呗，就是的，慢慢。不慢，它就是这样的锅。哎呦，比我那个锅那沉，那个锅薄，那锅是不锈钢的。够了不够？这是铁料。你长这个，这有带个篦儿。我知道。啊，篦儿。这个带个篦儿就是。啊，放那放。放地。嗯。这是铁料，这哪个包洗的事都不洗。煮饭吧，我呀，我一个。嗯。啊，铁料。哎，那锅那锅你用不？我买那锅就在那大屋里，哎，是不是？不用不用。你搞那个气罐不能用吗？不用。俺有锅，那锅都闲起来了。你闲着去吧，等想使再使。夏天你在啥用啊？你那个啥，拿电磁炉叫试试，教给他。我教给你咋用。我是你说看我干啥去？他听见屋里有动静了，听见屋里有动静，看见了。是和我没干，沿着电视里。少长点，少活点，不用光那些。嗯，这个是开始，这个一个一开关。嗯。这个啊，这个是烧水，这不是烧水，这个是烧水。嗯。这烧水都歇着呢。嗯。现在就开始了。烧水，你哪都别问了，你就搅了多了，他会不了。这一个炒菜都行了。就开关估计都跟这个呗。嗯。盖上没有？他们不盖。嗯。啊。再一个，那就开了。这跟这个就开了哟。哦。嗯。啊，溜橄榄的时候把这一掏，把橄榄溜里头，菜溜里头。烧汤也管。烧汤也管，没有水的时候啊，你别也带着烧干锅，那烧干锅那不烧坏了啊？也是，这也是进去的。你这管子吧？这是锅盖，三人锅盖。嗯，管好。这个多少钱、啊？你买的吗？140块钱。这是你的了。140啊？啊、嗯。这个锅吧。那个小一点的呀，也给我那个锅了。我那也没少花钱，那结果那也没使多长时间，炉子不是坏了吗？这个小一点小一户的也140，大的也140，所以说咱就买个大点的吧。嗯，别给我了。行、别给我了。不给你让他买锅，你不得花钱啊？花钱还给我钱啊？啊，这嗯。给我150，啊，你这多一张了，这个不合适，145晚上，140，140，你找个人10块钱啊，哎，你找个人借了啊。我这反正几个，再给你10块。啊，该拉，再给你10块吧。你看，那你还有肉皮钱？给他。